呢，甜心宝贝又出了一个，这个还蛮酷，我之前还没看过，已经是第二季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哦，好酷哦，好像是刷冰的感觉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亲爱宝说嗨。嗨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打开妈妈妈的玩具是。对啊，它有那个它不是扇，它是串冰哦，它其实是冰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打开是美国扇，它已经出第二季了。不能吃，不能吃哦，要记住哦，这是串冰。娜娜甜心宝贝 Snow Cones， 所以呢，它是串冰，可是它不能吃哦，所以它会打开来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看。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，所以它这已经出到第二代了。然后呢，里面呢有很多惊喜的小玩具在刨冰里面哦。然后你要加水 ，OK？ 亲爱的，把它打开。我们呢还在新家，然后我们现在呢是用你看外面的天然的阳光哦。所以打开之后有一包，这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好像一碗那样子。他说：“你要先读那个说明书。”好，请阿宝打开。是汤匙，是汤匙吗？是。好，那你打开。阿宝好像猜对了，是汤匙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好可爱的汤匙哦！这边还写“甜心宝贝”，然后它有说明书。阿宝呢，在打开所有的介绍书的时候，我来看看说明书。他说呢，你要有一个 A， 有一个有一碗，所以 A 是一杯，然后 B 是 spoon 是汤匙，然后 C 呢是 nam nam， 所以你要先打开，打开之后呢加水，然后加水之后它就会等三分钟，它就会变成冰，然后你再用汤匙把冰里面的玩具给找出来。好，我们看看它有多少种，好像有很多很多种，所以是第二代哦，串冰。然后你看它有这种的，有糖果系列的，嗯，然后还有这是什么 ？Gummy 软糖系列的，好可爱哦。嗯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 Gumdrop， 嗯，然后还有什么 ？Jelly Beans。然后还有呢，还有点心系列的，就像蛋糕那些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还有哦，还有水果系列的，所以还蛮多的哎。然后后面的哦，你看它刨冰有这么多种口味，有经典版，你看，而且它这个刨冰是有味道的哦，是有香味的，有这么多。然后还有 double， 有那种双口味的，啊。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 ？Special， 哇，还有 Sparkly， 有那个哎，亮粉口味的哎，哇，好酷哦！好想。然后你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先加水哈，然后呢，给它三分钟左右的时间，看让它的那个水变成冰，然后最后再挖出里面的 Nam Nam， 哈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吧，打开来吧。哇，看看里面长怎么样子，这样子，哦，是六啊，我们好像得到双口味的，已经把那个双口味的，我们很幸运拿到双口味的那个冰呢，哈，那个粉倒进去，所以我们现在加水。哎，他说要加到哪里呢？哦，开始胀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阿爸不要动。你能再加一点点水？哎，好像他会告诉你，你看开始结冰了。哇，我倒好多水哦！阿宝再去装一点水，差不多、哦，但是我们再加一点点水看看。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，再多的话好像会爆出来。所以你看它是，你看看我摸摸看，哦。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化学反应，而且很香哦。这个是什么味道？一个是 cherry 樱桃，一个是 bubble gum。bubble gum 是什么？口香糖口味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请阿宝 dig 把这个冰呢挖在这里面，我们看看我们会找到哪一些囊囊呢？嗯，
那个抓冰哦。哦，找到一个了。哦，找到一个了，好好吃哦，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抓，请阿宝继续挖。我好像第一个出来的呢是这个，这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阿宝又挖到一个了。哦，我们把它洗一洗，好，洗一洗看看。第二个，还蛮可爱的。阿宝再继续再挖，找到一个吗？我们把它洗一洗。嗯，所以很好吃哦，香香的。不过这是玩具哦，食玩不能真的吃。第三个，总共好像有七个，又找到一个吗？是一个这个糖果，好 ，jelly bean。哦 ，jelly bean， 我们把它洗一洗。哇，你可以看 jelly bean 吗？啊、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像是小猫咪哦。是小猫咪的 jelly bean。那是小猫咪的 jelly bean。然后阿宝再继续挖，还有三个。又找到一个了吗？八个。哇，哎，这什么呢？哦，去洗一洗。好像棉花糖。很像棉花糖吗？哇，好可，哎呦，还会发亮哎，在阳光底下发亮。然后还有，我看一下，2、4、5，还有两个。然后又找到了。再找到了吗？哦，找到两个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洗一洗。放在水里面洗一洗，好可爱哦！所以是第一个是这样子，哇，好可爱哦！然后第二个，好可爱。那这有点 messy 哦，你要下面垫一点东西，要不然它这个我不想，因为我们美国都是地毯，我不想要用在地毯上面或者沙发上面等等的。现在阿宝正在找，看看我们找到哪一个。我没找到他。嗯，小，所以总共是七，总共是八个 surprise， 有七个可以很可爱的小囊囊，然后还有这个冰粉。所以阿宝帮我们找出来了。我们先看第一个是这个，它是 hot candy， 好像是 peppermint， 所以这是糖果。你看好可爱哦。然后第二个是哪一个？是这个 gumdrop， 哦，好像小猫头鹰哦，然后第三个是这个 sugar cherry bears， 好像小熊哦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是 sweet berry bunny， snap， 好像饼干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Cozy Bunny 小兔兔，那这边有一个，这也是 fruit， 是水果，是 Peachy Bunny 水蜜桃兔兔，所以好可爱哦。所以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甜心宝贝刨冰，阿宝已经在开始玩了。然后这个很适合夏天玩，冰冰凉凉的，而且香香的樱桃跟口香糖口味，不能真的吃哦，记住不能真的吃。然后可以配上小囊囊甜心宝贝的小点心，耶、yeah， 阿宝要开始吃刨冰了。OK， 我们就介绍到这哦，请阿宝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